兄弟们，最近新出的隐藏玩法太空漫步，千万千万不要学。你们看，哎，主打就是一个慢，干啥都慢，滚动也不快。啊，最主要的是我刚卡完就得罪秀儿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秀儿，我来啦。哎呀，吃个饭而已，不急。另外你看，我也想快，可现实它不允许啊。哟，不是，浪哥，你啥时候变这么慢了？你赶紧吃个加速球吧。啊，爸爸 boy。什么情况？不是，大爷，这里不是免费发放救助餐吗？饭呢？嗯，饭。这都下午三点了，饭早就发放完了，下次早点来。啊？秀儿，你说请我吃饭，原来吃的是免费发放的救助餐呢？是啊，那可以免费，我何必破费呀？啊？不过，都怪你臭浪哥，你今天到底咋回事？怎么跑怎么跳怎么加速都跟乌龟一样慢，都怪你耽误了时间没吃到饭。哈哈，这是我新学的隐藏玩法太空漫步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太空漫步啊，我看叫飞速漫步还差不多啊。好玩是很好玩，你喜欢慢是吧？喜欢龟速是吧？我满足你。喂，秀儿，我怎么变成乌龟了？哼，让你好的不学，学什么龟速漫步我没吃到饭，这回啊就让你好好当个乌龟。完了完了，真变乌龟了。我没脸见粉丝了，我缩。哟，有自知之明啊，当缩头乌龟啊，那就别怪我拿你闯关了。啊，我这脑子有点空白，就很晕。第二关走吧，浪哥，拖我过河。否则呀，你就永远当乌龟吧。造孽！乌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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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小乌龟，一张壳，四条腿，可爱的小乌龟。兄弟们，这第三关啊，让你们见识下乌龟下蛋。啊呸，啊是浪哥下蛋。你我毁灭吧，赶紧来。浪哥下的蛋，咱们投入草窝里呀，就能轻松过关啦。第四关不用我说，浪哥利用跷跷板把我弹起来，我再甩头飞过去。秀儿，醒了吧？怎么还没到终点啊？你这要折磨到我什么时候啊？别急，浪哥，你既然喜欢龟速，那咱们不得一关一关来啊？不过别急，你马上就能快了。听我的，你先上去，然后哎，点燃尾巴，看你还跑得慢不慢。救命救命。哎呀，终于到终点了。兄弟们，听浪哥一句劝，那太空漫步玩法以后千万别随意卡着玩了，容易得罪蛋搭子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臭浪哥，你给我过来，来这里最后打个卡，让屏幕前的粉丝们啊都记住你，看你下次敢不敢了。不敢了不敢了，放心吧秀儿。不过秀儿，你确定这最后的打卡拍照啊是好事儿？哟，哎呦我的妈！